范冰冰日前在微博抱怨山寨蜡像让她想死的心都有，没想到微博博主长春国贸又揭发新案子，收集了各地志玲姐姐蜡像，要她选一下喜欢哪款。哎，这位夫人你是谁呀？有人相信她是志玲姐姐的蜡像吗？这款身材太臃肿，不像不像。还有人献花呢。哎，不过这位民众，你真的知道她是谁吗？大家开始怀疑这是不是恶作剧了。哎，终于找到一张神韵接近的蜡像，志玲姐姐啊，快来选看看你喜欢哪款。